觉得好，你这跟他讲说，看他，看他想做什么可以对他比较有利。嗯，好，再麻烦一下，谢谢，好的。น่าจะใส่สังค์ครับ
半截半截就倒下来，这个比较小的。嗯。你看，它那个是个小房子，你看。他要带他们回去，两条脚拉，你看有良计，你看这个是羊，你看我骗你啊，看你看那么大只，它是鸡啊，两半，两半只鸡要带房子，它带房子带好，带掉才一关口，它要拿泥土，对啊，泥土弄那个草下去，你看，它现在你看。他要这样弄。